流量女王的杨幂一举一动备受关注。日前她受邀飞往巴黎参加时装周，再次用超高颜值、姣好身材虏获无数粉丝的心。她从巴黎回国时吸引大批粉丝接机，当天她身穿一件浅蓝色与白色条纹的毛衣，下半身则搭配短裙现身，看起来随性又不失时尚感。她的机场时尚照曝光后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杨幂的手机壁纸写着谨言慎行四个字，立刻掀起热烈讨论，让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。由于 Angelababy 张嘉倪因被爆出观看 Lisa 的疯马秀而遭到网友严上，因此网友看到杨幂的手机壁纸也表示难怪她不看 Lisa 的疯马秀。不少人猜测杨幂意识到自己拥有巨大的流量和影响力，因此她可能想借此提醒自己身为公众人物必须要时刻谨言慎行，大赞他真的是很好的榜样呢。